大家好。喂，大家好啊！哇，有乜话嚟就嚟喎，而家我哋系啊，五分钟啊，迟咗啊，对唔住啊。系啊，因为俊仔又要攞呢样，又要攞嗰样啊。系啊，要准备好啊嘛。会唔会讲七英？未星期五讲咗咯。系啊，之前讲咗啦。系啊。吓、啊？依家咩？而家系买少见少。咩？边样买少见少啊？我睇唔到。点样打对台？点样打对台啊？大匪每个礼拜一至五都系有呢个直播，应该冇一个礼一至礼拜五都有讲埋慢慢倾系嘛？上个礼拜咩？上个礼拜有四日直播，同埋有一两段嗰啲录播节目啊嘛。啊！而家变咗漫画台噶啦，我哋系嘛？漫画台都是好事嚟嘅，唔系啊，冇咁多讲咯，冇咁多有得讲咯，即系好似你哋插完一大轮咁，我嚟到又路插，咁好似我冇瘾咁啊嘛，俾你哋插晒啦，咁我插咩咧？插第二本咯，插第二样。冇咩第二本好插嘅喎，即系黄蜂雷，我真系都话。俊仔终于换咗衫，都话要气。系啊系啊系啊，喂，大家有冇睇到好靓啊呢件衫？系啊，有新衫着啦，我又要企喺度俾人睇下得啦。系咪好型啊？呢个呢个系阿杰多系咪阿杰多啊？呢个系叶明发绘画阿杰多上色嘅T 恤嚟嘅。系啊，哇！呢啲限量版系送俾佢嘅，真系而家你喺呢个唔系啊，你都有一件。而家你喺呢个漫画评论界真系完全有晒呢个地位啊！不得了啊！唔係啊，你都有啊！我邊度有啊？有啊，嗰件咪你嘅咯。嗰件唔啱著，嗰件就俾我啊！死啦！唔係啊，佢阿傑多送咗兩件俾我哋啊嘛，但係兩件都係加大碼嚟嘅咁樣，可唔可以換翻中碼咧？咁樣大碼好啊！啊，唔係我呢件都係加大碼嚟嘅。係咩？好啱身啊！好啱咩？唔係話唔係鬆鬆地啊啱啦，著埋咁窄到咩？大咗一個碼啦，係啊！阿 Rex 都話，我帶兩個碼，唔係帶一個碼。知唔知黄蜂雷现售多少书数？你问李宗兴啊嘛，李宗兴佢讲过话佢会喺佢个专栏度讲翻佢个书数出嚟噶嘛？唔系话唔讲啦咩？而家话唔讲啦。佢应承咗讲，但系嗰讲完之后个答案系等于冇讲咁样咯。呢啲系最高境界嚟噶，讲完等于冇讲，啊、最高境界。冇办法啦。咁啊。哇！喺度有五，哇！不停咁樣上升，我有五廿幾人。係啊係啊。雖然五廿幾人啦，咁我又講下嚇。係。先頭我都有問過呢個問題嘅。喂，我哋個廣告啊，真係都唔少嘅喎。係啊。但係真係好長喎。係啊。我試過睇過一個廣告，蘇絲王教主送喎，嗰個係竟然係，我以為呢個廣告。幾分鐘嘅啫，哇！成個呢個叫咩啊？南乳蚊腩仔啊，由切豬肉點樣開始，一路煮好嗰碟餸，十幾分鐘喎、啊，那個竟然係廣告嚟嘅喎，直入式啊嘛，佢呢啲應該係佢俾錢賣嘅呢啲，係啊，呢就係佢，哇！佢咁出名都要俾錢賣廣告啊？唔係啊，即係驚冇人睇。拜恩車都有喺我哋度落廣告㗎。哦。唔係人哋落喺我哋嗰度嘅，係 YouTube 俾我哋噶嘛。咁如果嗰啲網友大家唔睇嘅咧，咁啊真係我哋啊少咗好多收入嚇。而家啲收入相當困苦啊。嚇，盡量支持下咯。啊，因為唔好成日話我哋講呢啲嘢啦。支持個雖然我哋台仔啊，但係原來阿大飛計條數出嚟都好得人驚啊。係。咁另外咧，阿傑多咧就送咗一沓呢啲閃卡。俾我哋，咁即係佢就叫我咧，咁有啲網友如果係有買呢個山海同埋有買呢個和仔嘅殭屍嘅話咧，咁就可以WhatsApp， 咪攞張嚟俾我睇下。係啦 ，WhatsApp 俾我哋，我哋咧就送出嘅，咁就唔係好多嘅啫，有一二三四，鬼滅之刃嚟嘅喎，七八九，係啊，阿傑多自己畫噶嘛呢個係。哦。咁如果有網友如果有上 Facebook 咧，你應該有睇到阿傑多之前咧佢自己就畫咗一張。彩稿就是鬼滅之刃嚟嘅，咁如果有網友想要嘅話咧，咁就WhatsApp 張相自己買咗殭屍同或者係山海嘅，咁就去我哋呢個電話，係啦呢個電話，
係咯，咁啊先到先得咯，咁啊有十張嘅，一二三四。喂，咁譬如咁講啊，嗱，我啊真係，我啊真係，嗱，我自己要一張啊，即係有九張。我代啲網友問下你啊，咁如果我哋誒喺呢個電話度通知咗話要，咁你寄過去俾佢啊？係喎。咁你要諗下點樣俾人得㗎？係喎，咁啊上去我哋呢個網台附近咯。咁就到咗就攞落嚟俾你咯，咁咯嚇，唯有係咁啦，冇理由順豐噶，順豐好似唔知收二三十蚊咁樣，咁你送呢一張卡二三十蚊，咁就係嘛？個問題就喺度咯，嚇、啊，車老千不了，哦係啊，班車，我唔知，其實我唔知佢係咪老千嚟嘅喎，佢講嘢係真係幾好聽嘅喎，咦？呢、這個啊，我又唔識，要睇三小時廣告，連直抽。都唔使睇直播都唔使睇，咁啊冇辦法啦，唯有跳過啦咁樣。係啦，咪揀啲睇下，揀啲睇下咯，真係有陣時冇辦法㗎。好似大飛看天下嗰度咧，我試過睇廣告，即係都好得人驚啊！講啊講幾分鐘嗰啲，嗰啲廣告十幾廿分鐘，佢係咪同阿大飛有仇咧？係啊，我覺得係啊。捧啲咁嘅節目出嚟，真係邊有人睇啊？點睇啊？係啦，咁我哋閒話咗。等你哋啲人話冇。又話我又話黃標，又話冇廣告，又淨係嗱俾廣告你係咁執俾你，我睇你點樣消化。俾啲幾個鐘啊，全部。唉，即係要懟爆你為止，懟到個個都唔睇你為止啊！咁啊，即係盡量咯，睇下係咯，睇得就睇咯，啊，睇唔到就可以寄回郵信封啊！哇，都好耐冇聽過回郵信封呢啲嘢咯喎。哇，係。啊，係咪同我咁嘅年紀？點樣回郵信封？其實我唔識喎。即係寫咗自己你嘅地址，我嘅地址。唔係，佢另外再插多個信封喺入邊，有埋郵票，有埋佢收信嗰個地址，跟住寄俾你。你拆開咧，跟住攞咗佢嗰個信封出，攞咗另外入邊個玉出嚟，玉咧就有曬郵票啊，有埋你要寄俾嗰位網友嗰個地址啊。你淨係插你呢啲咁嘅禮物落去咧，就真係郵局掟落就得啦。哦，明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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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咁樣啊？如果有網友係覺得回郵信封呢個方法 OK 嘅，咁你就都照 WhatsApp 俾我哋，咁我哋就俾個地址咁樣做一個回郵咯。啊，嗰啲網友真係好啊，不停咁樣喺度講緊，有啲人係用兩部手機啦，咁去睇啦嚇。咁啊，即係好老實喎。咁我哋有個都算係我嘅忠實網友啊。係。你知唔知係邊個啊？唔知啊。好忠實嘅呢個真係。是誰啊？就是 Janice 她媽媽。哦，是是是。哎，她說她又不理的，總之由早到晚就開著她，我話知你播啦。是。啊，總言之就大大力咁樣支持的，開著部手機或者開著部電腦，咁咪理得佢啫，咪由佢自己喺度播咯。是。話知佢一個鐘頭廣告啊。咁啊，哇，99個，你嗰度幾多個人啊？102。102，100個咁啊，開始咯喎。好啊，好啊，好啊。咁開始之前咧嚇，又講下啦，我大概講半個鐘頭到，開始睇下啲網友有冇興趣打個電話入嚟，傾下偈。咁樣我咧就決定咗今日就唔會狂怒插呢個黃風雷嘅，因為周街都插緊啊。係。咁啊，睇下啲網友，因為上個禮拜你同阿大飛啊，大飛啊插到笑啦，係嘛？係係係。咁啊！如果有網友咧打電話入嚟咧，睇下你哋嘅意見點啊，可能好反差，突然間有一個贊到啊，天上有地下冇。唔係，其實我係想揾一啲網友係或者係讀者咧，如果你覺得黃風雷係好或者係冇問題嘅，其實你可以提供啲意見俾我哋，睇下係咪其實我哋自己有盲點啊？嗯，即係其實本嘢係好好嘅，嗯，只不過係我哋真係唔識睇。嗯嚇、啊！咁我係想有啲即係有其他網友嘅其他意見嘅喎，其實唔係黃風雷好勁嘅喎，乜乜乜話俾我聽，咁睇下我係唔即係睇下我哋可唔可以由另外一個角度去睇黃風雷，原來並唔係我哋插得咁勁嘅咁咯。有個老友支持我同你飲啤酒啊，多謝佢先。係多謝多謝多謝。嗯。咁飲翻啖先。啊，其實我唔知點解，其實我唔飲得嘅，我真係盡曬力飲一罐嘅，平時都係，即係一年都唔知飲到數埋。有冇十罐啤酒咧？而家走出嚟做節目咧，就成日都要飲，因為我發覺飲咗之後咧，個人生咗。咁咪嚇和咗標啊？喂，我放啲飲。哦，有冇放啲？啊，飲到放啲啊，同埋講嘢快啲啊，起碼唔好話，因為之前啊，我成日耿耿於懷啊。
只能意会，就是、不能言明。啊，就系、是、话我听我做节目听到瞓觉啊。唔会啊。好啦。咁啊，而家我哋你讲。如果我讲，我开始噶咯喎。开始系咯，咁啊上个礼拜我咪话同大家有一个好消息嘅咁样，个好消息原来咧，风小雷原来系未死嘅，哇！我一睇到之后咧，哇，几鬼开心啊！啊，以为即系阿信又有着落啦，咁样即系觉得即系和仔唔会话即系啲 Q 去到咁尽嘅，系咪先？即系两条一个老婆一个女朋友。都死得咁凄惨，又死喺桑恩手上咁样，咁我真系其实好开喜出望外嘅咁样，即系当然其实佢嗰个桥段咧系有少少勉强嘅，因为咧佢话卒之系桑恩嚟救翻佢啊嘛，风小雷佢系入即系毒液直接打入个心脏嗰度，系仲要系死咗嘅，跟住咧系桑恩救翻佢嘅，咁佢完全一個人個生命機能完全停咗一段長時間，都可以俾你咁樣救翻，就呢下係 over 咗嘅，我覺得係誇張咗嘅。但係唔緊要，最緊要唔死嘅啫，你安排佢唔死就 OK 噶啦咁樣。同埋咧，有呢啲嘢又有得講。如果咁樣講啊，有排講啊，講兩個鐘頭講唔完啊。因為你係一個外科醫生嚟嘅啫，佢成日咧揸住把手術刀噶嘛，嗰把手術刀唔係大曬嘅。是没错，是不 是你不是什么都可以用手术来医得好的，中毒和手术有什么关系？不知道，是吧？其实你打血清啊、打成啊，很多东西在某一个时间之、哎、不过这些是我知识范围以外的东西，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其实呢，他风小雷他的复活呢，其实就是要带出即是桑恩就要收皮了樣、因为桑恩他本身是一个即恶魔来的嘛，是个心态是邪恶的嘛，他就不想再给自己一个机会再去伤害风小明，就决定就死在阿信手上的樣。这个我简单讲一讲，因为我们后面还有很长的樣。死了之后呢，他死完之后呢就漏了一条尾巴。嗰條尾巴係咩咧？咁原本有一個小朋友，咁佢本身係即係可能係老病咁上下啦，咁佢冇講明嘅，咁咧就安排差唔多到阿桑恩幫佢做手術噶啦。咁啊做手術之前咧，就俾阿信義崩低咗咁樣。咁喺佢嗰個小朋友嗰個角度嚟講咧，即係佢唔知桑恩之前做過啲咩衰嘢啊嘛，佢淨係知佢喺呢間醫院救過好多人，好盡心盡力嘅，係一個好人嚟嘅。你崩低佢就係你唔啱咁樣，咁就。去入咗一葉城寨嗰個異能者學院入邊啦，咁啊即係搞一大輪啦咁樣，即係呢個我就唔詳講啦咁樣。三哥有特異功能？唔係啊，即係話有個網友之前話聽我做節目做到瞓咗覺啊嘛，佢聽到我瞓，聽到佢會瞓著覺啊嘛。咁我呢喂勁喎，原來我咪知咪飲啤，咪飲啲啤酒燈就自己醒啲咯。原來三哥係異能者嚟嘅喎。我知啊。是不是真的要你这样说？不过你异能去了地方，为什么还是这么穷？我的异能就是穷、其实呢，说回异能者学院呢，其实我发现呢，和仔呢是很喜欢用小朋友的角度，即是去开展一个故事的、李凤凰武神也是啦，封神纪也是啦，或者是杀道行者也是啦，他所有都是一定有小孩子的古仔嘅喺里边嘅，系啊，同埋杀道行者好明显嘅，因为信义已经系即系开咗最后觉醒啦，咁佢要上神台就不能够经常攞佢出嚟嘅，因为一攞出嚟就冇得玩嘅咁样。咁啊，佢喺个异能者学院个毕业试入边咁啊，整咗个即系僆仔咁样大屠杀啦咁样。咁最尾咁嗰个我唔详讲啦。咁最尾佢有一个教授原来系潜伏咗喺一月城寨几年嘅，咁嗰个就系保罗。咁其实我觉得保罗在那个情即是那个时候出现呢是有些不啱的。即是我觉得是格格不入。因为保罗是没有动机要再去搞。同埋有一样东西呢，我觉得很奇怪，就算你有动机也好。他成日都讲几多钱几多钱。是啦。即是你要给几多钱我去做些什么。即是他譬如海撒咁啊，话你帮我做些什么。我给几多钱。或者我俾啲咩你？但系以佢嗰個能力嚟講，佢使乜聽你啲人指揮？我中意要幾多錢就已經可以有幾多錢噶啦。同埋亦都冇嘢冇理，即喺佢嗰個殺道嗰個世界裏邊啊，去到而家呢一個世界重整之後啊，已經係變咗強者，就係已經係嚇、可以劃地為王啦，已經根本上。我唔明白佢點解要嗱呢樣嘢，係唔需要啊？即係你話我為咗
譬如咁樣講，我為咗我要揾人戰鬥，係啦係啦係啦，或者我要要破壞你信義啲乜嘢啊？咁所以其實保羅。因為可能咁講啦，可能喺個殺到世界入邊，即係真正嘅強者，佢冇乜幾多個啦，咁啊夾硬揾翻保羅出嚟啦咁樣。咁但係唯一可以講嘅就係保羅佢有一個善良一面，同埋有邪惡一面咯。咁啊邪惡一面贏咗，咁啊做壞事咯咁咯嚇。同埋佢殺劉海嗰一段咧，我覺得係打得幾好睇嘅。同埋我覺得劉海係死得劉海即係青龍嘅師弟。係啦係啦。劉海是死得挺好看的樣我都看到戚戚然的他死了是真的這樣那沒辦法啦戲劇效果一定要死的了樣他不死的青龍沒得報仇嘛這樣、啊、那講回、保羅為什麼即是會去入侵殺道會呢就是、一個叫做阿拉丁的小朋友那個小朋友呢他就個異能就是可以、探索一些精神力、啊、這樣他就 探索到海撒咁啊，海撒咁仲有一絲嘅嗰啲叫做意識咁樣咧，就即係叫佢去揾保羅去做某啲嘢啊，咁樣就即係去幫佢去做一個復活咁樣，咁就同埋明明係啦，明明就其實好緊要啦，因為係明明佢嗰個異能就係可以幫人幫任何一個即係異能者咧，係強化加強佢嘅能力，係啊，加強佢嘅異能啦咁樣，同埋佢本身自己已經有少少係一個即係。久唔久咧，佢會同海撒會有一個聯繫啊，有個連接啊，咁樣嚇。哇！佢哋呢一個咧嚇，呢、這個殺道行者講到呢度咧，就關好多關於靈魂嘅嘢噶啦，變咗即係意念、意念嘅嘢，係啦、啊。因為咧，海撒咧其實就已經俾阿索羅咧用到佢個絕對靈度，係咪叫絕對靈度啊？係冇錯。嚇，已經冰封咗喺。冰封咗佢噶啦，已經。其實佢係應該已經死咗嘅。係啦，係啦，正常人就。啊不可以生存咁耐嘅，其實海撒嗰個肉體咧就已經係壞死咗噶啦，海撒自己都講，佢自己只係剩翻即係一股叫意識咁樣嘅嘢啦，咁樣嚇。咁、啊、佢借助咗明明，即係佢嗰個咁啱，即係好似風先生同風小雷咁樣咧，即係可以咁樣去互換身體啊，可以咁用呢個方式咧。咁就重生咗，但系嗰阵时系未用明明嗰个强化异能嘅，系未用到嘅。咁佢一出嚟嘅时候咧，咁咁啱佢嗰个叫暗黑物质咧，咁就可以喺个躯壳外边形成咗。咁佢嗰个第三觉醒咧，系比之前咧系更加劲嘅。啊，咁出咗之后咧，佢第一个要搞嘅咧，咁一定系索罗啦，系咪先？索罗怼佢一嘢啊嘛，咁样。咁其實索羅打嗰一段咧，其實我覺得都打得幾好睇。其實咧，我哋今日咧嚇要即係盡量喺呢、這個唔夠三十分鐘嘅時間，要講到個結局咧，即係其實講唔完啊！但係咧，佢有一度真係嗰啲橋咧，真係精彩到你真係。係啊，其實係好密集啊，跟住嗰啲橋。嗱，佢點樣咧？我哋之前講成三四集咧，都講唔到佢最精彩個橋，原來就係後邊呢幾十集裏邊。係啦。哇！真係精到咗，即係峰回路轉，你不得了。點解會咁？點解會咁？啊！咁同埋或者都可以咁啊！先講阿索羅對海撒啦，一段段咁嘅戰鬥嚟講啦，係咪？咁啊，呢個海撒出咗嚟，破冰出嚟啦。咁啊，跟住同呢個索羅戰鬥啦。咁啊，當然有好多和仔式嘅對白啊，有好多好多嘢出現啦嚇。咁啊，但係。我哋以為呢個索羅咧，佢嗰個絕對靈度，因為佢開啟咗呢個最後嘅覺醒啊，係絕對靈度。絕對靈度有咩用啊？就係、是、冰封咗佢嗰個核能嗰、那個係啦，嗰、那個火焰、就是、火神號冰封咗佢，所以佢先可以生存。如果唔係，佢自己都頂唔順會爆啊！係啦，因為佢個火神號係核能啊嘛，咁樣會爆嘅。係啦。咁啊，但係到後尾咧，打俾阿海撒殺到佢夠九個一皮。唔夠打嘅時候咧，突然佢冇辦法啦，一定要啟動佢呢個核能，係嘛？於是乎就已經唔係用嗰個冰封嗰個絕對零度咯，又用翻佢個核能嚟打佢，用翻火，係啊，用翻火嚟打佢，係啊！哇，真係精呢一個咧，真係精彩到不得了！你唔好以為我開啟咗第三道覺醒，係我個冰封就係我最犀利，其實喺佢嚟講唔係，火神號先，火神號先至係。咁啊，嗰段嘢啊犀利啦！我個個都以為佢打敗咗呢、這個，再一次打敗海撒嘅。即係如果你
而家當然係作完啦。如果當其時揸住嗰本書咧，誒、哎、又俾佢嚼低咗佢喎，因為劈到佢散碎，劈到佢碎嘅喎。係啦，同埋索羅佢最出最尾嗰招絕招咧，嗰、那個哇鳳翼天翔真係好勁，成個畫面諗住全場燒曬啦咁樣。咁啊，凱撒都有講嘅，佢話如果佢凱撒索羅唔係愛惜自己嘅身體，強行再出多一招鳳翼天翔嘅話咧。咁凱撒佢自己都話咧，佢應該係收皮嘅咁樣。咁、但係佢冇咁做到，咁就即係俾阿即係凱撒反吸咗啦咁。咁佢反吸完之後咧，佢就其實咧呢段時間咧，其實應該凱撒先係主角，因為所有最強嘅異能者咧就係凱撒逐個打啊嘛。咁佢打完呢、這個索羅之後咧，佢就去打吸血鬼穆拿。咁其實吸血鬼穆拿咧，佢會純粹係用呢、這個精神力戰鬥啦咁樣。咁其實佢有少少似封神紀嘅百年真禪聖王，又係用幻象啊，咁樣即係磨滅你啲鬥志啊，即係令到你越陷越深啊咁樣。點樣磨滅鬥志咧？即係譬如你一個無情嘅人啊，係佢要令到你以前你對住你嘅老婆啊、你嘅仔女啊，你會點樣？係啊，即係令嗰種温情咧。令到你嗰個人咧，將你嘅鬥心個殺氣冇咗，或者將你永遠你，因為你留戀咗喺嗰度咧，你嘅思想就永遠去咗嗰度。係啦，因為佢開頭佢都知道自己呢啲幻象嚟嘅，見乜殺乜。佢一殺完之後咧，就扮瞓覺醒咗咧，就俾另外一個幻象佢咧，即係夢達夢，夢達夢咁樣。係啦，佢永遠喺個夢裏邊要佢。佢有一段時間係迷失咗嘅，咁但係最尾去到。即係最後嘅時候咧，咁佢都反吸翻出翻嚟，就傷害翻呢個穆拿。其實我覺得如果打穆拿咧，應該多翻少少實戰會好啲啦，因為佢其實純粹係好少實戰，係啊，淨係精神戰一出翻嚟，跟住破咗佢個精神力，跟住穆拿就收皮啦。同埋佢而家帶佢衝上天空咧，係啊，飛到去佢自己都頂唔順，佢自己都頂唔順。穆拿嗰場戰鬥咧，佢主要都係因為佢呢幾場戰鬥啊，係。包括你索羅又好，對付阿穆拿又好，到對青龍又好，係每一個都唔同，係完完全全唔同嘅，唔係一定係拳腳交加㗎嚇。即係對住阿穆拿就用精神力啦，當然都有喐過手嘅，但係最主要咧就係嗰個精神力。咁好啦，咁啊到嬲尾佢慘敗喺邊個嘅手上啊？喺青龍嘅。啊，咁其實估都估唔到會慘敗青龍。但係其實如果你話青龍打海曬之前咧，佢係打保羅先嘅，因為佢打保羅嘅時候咧，佢係未開啟呢、這個最後覺醒嘅嚇。咁佢係俾阿保羅打咗一輪，因為佢嗰個最後境界嗰個分解太勁，咁啊頂唔順啦，咁就。啪啪手指指一指天空咁啊，對門打開咗。所以我發現到點解會有網友話青龍係主角咧？咁嗰下咁係好勁嘅。佢因為佢比阿信更加主角光環啊嘛。阿信都打完阿赤鬼之後先開啟第三對門啊嘛。青龍就唔使嘅，同埋嗰對門係成日追住佢嚟開，佢唔開啊嘛。其實佢一早咧已經係可以開到嘅，但係佢唔想開。係啦係啦係。係佢唔開啊。係啊。咁對咩？佢係其實隨時都可以開到嗰棟門。係冇錯。佢開咗嗰棟門之後，佢因為佢從來未開過嗰棟門，最後覺醒，所以我都唔知道我嘅能力係乜。係。咁但係嗰下先至精彩喎。係，但阿和仔喺後邊嗰個專欄度講嘅，即係佢會係有啲潛意識，即係雖然係 random， 即係不定期嘅，但係咧。佢會潛意識你想要咩？譬如索羅，咁我想要冷卻呢個火神號，咁佢個開啟就會係冰咁樣。咁佢阿青龍咁啱，佢遇到一個嗰個異能係好強嘅，咁佢就開啟咗一個叫無間空間嘅最後覺醒，咁就可以令到大家一齊 cancel 咗自己嘅最後覺醒。咁大家都冇異能嘅時候，你青龍都要帶打巢你啦。啊，因為青龍用嘅係佢嘅真功夫啊嘛。係啦，佢哋嗰只叫做古武術啊嘛。係冇錯。係咁啊。佢個古武術梗係殺敗咗呢個，先殺敗咗呢個保羅先啦。咁啊，跟住咧就打呢個海撒嘅時候咧，一樣，因為你已經冇咗佢嗰個暗黑物質啊，佢冇咗嗰個重力場。啊，個重力場你冇咗咧，同佢打咧，你即係冇得打。係啦，咁啊，即係佢打，即係打爆咗佢嗰個暗黑物質做嗰個軀殼啦，咁樣。咁臨爆嘅時候咧，咁佢就開啟咗
明明嗰個加強異能嘅異能啦，咁樣咁、嗯、就原來係只係開咗一秒啫。咁、那、嗰個佢話佢嗰個異能咧就已經係誒勁咗幾百萬倍咁上下嘢啦。咁樣件衫係咩圖案啊？係誒、叫做咩超人咯、啊？蒙面超人啊？唔係叫死火啦。呢個係蒙面超人嚟噶嘛？唔係。最多你係蒙面超人係乜嘢蒙面超人嘅啫，大佬。叫做誒。爆炼 RX 啊！唔系蒙面超人，咪 RX 咯。唔系蒙面超人，叫爆炼 RX。呢个唔系蒙面超人 RX 噶。如果蒙面超人，啊、如果系啊，如果蒙面超人 RX 咧，咁就俾人告噶啦。系咩？梗系啦，呢、這个叫爆炼 RX 咯，系诶叶明发画阿杰多上色嘅呢、這个。嗯。系啦系啦系啦，今日有新衫着，系啦系啦，有啲似系咯。咁大胆，我啲网友话你出招换衫，下个礼拜着。过几日离开嚟上嚟做节目啊，着套西装戴埋个煲呔，系啦，诶，俾你诶，我哋讲到边度啊，三哥？讲到俾呢个青龙打爆佢咯，系啦系啦。咁佢因为咧吓，其实佢本身咧呢个又要讲翻转头啊，本身呢个海撒其实已经佢个肉体已经玩完咗，系冇噶啦，冇咗噶，系佢系全靠嗰啲最后嘅精神力咧，系控制呢个明明。系呢、這个明明咧就真系，因为佢哋之前咧，佢哋放咗嗰啲病毒出嚟啊，系咪啊？系放咗啲病毒出嚟咧，所以突然间咧个世界上啊多咗好多异能者，嗰啲异能者冚唪唥都系细路仔，系即系包括呢个明明都系，咁佢哋去到呢间异能者嘅学校，即系去到一叶城寨嗰度，系啊，咁啊。其中有一個咧就係呢個明明，佢可以將你嗰個能力咧就可以放大唔知幾多倍嘅。咁呢個海撒咧，佢仲有精神力嘅時候咧，佢知道有呢件事啦。呢啲就好神怪嘅。係。但係唔好博古。係。因為佢係有成套嘢，你係唔你只要我哋有啲想像力咧，就知道佢究竟想講乜嘅。係唔難明嘅。咁佢於是乎咧，佢就控制呢個明明，呢、這個明明亦都一早知道佢要控制佢，佢亦都冇得逃避。係。所以佢曾經叫過佢哋，叫過小虎要殺咗佢嘅。殺咗佢，佢冇殺到。嚇、啊！冇殺到，因為佢知道咧，如果佢一俾呢個海撒一控制咗之後咧，這個世界就冇人夠佢打噶啦。係。因為佢將佢嘅能力無限放大。係，冇錯。嚇、啊！咁樣咧，這個。佢精彩到一樣嘢咧，就係另一個外在嘅能量去包住呢個明明嘅內在嘅能力，然之後由內裏邊嘅能力咧就包就傳輸咗出去外在海撒，係啦，嗰個暗黑物質嗰度，係咁啊，於是乎咧就差唔多叫冇人夠佢打噶啦，係啦，同埋佢暗黑物質咧，佢都有啲。變咗嘅，開頭係全黑色噶嘛，跟住喺頭頂嗰度咧就爆啲黃色嘅嘢出嚟流緊啊，即係好似自己好似就嚟頂唔順要爆咁樣嘅，即係呢個其實海撒佢自己都講嘅，佢係有危險嘅，佢開啟咗呢個嘢，佢都驚自己係控制唔到呢個暗黑物質，咁同埋係有一樣嘢嘅，喺呢個時候咧，其實我自己有一個遐想嘅，因為咧。海撒佢係用咗全宇宙嘅暗黑物質，係即係 focus 咗喺地球嗰度嘅。咁佢有一兩格旁白咧，就話過量嘅宇宙物質集中喺一度嘅話咧，咁係有機會可能會引到去外星其他唔知都有其他異能咧，會知道有呢個地方咧，會去到呢個地方。嗯、我以為佢打完海撒之後咧，打外星人嘅，你知唔知啊？真係噶，係要完噶啦。咁嗱，咁啊青龙，其实呢度咧吓，青龙啊打爆咗佢啦。系啊，咁啊，另外咧嚟讲下，阿和仔咧嗰啲咁多套漫画咧，系呢一套个漫画嘅主角会死嘅。系，所以即系信义嗱，我哋讲下，因为要一定要讲下信义点样死嘅。系。啊，講埋先，一個講埋，因為點解要講埋咧？因為海撒打青龍嘅時候咧，佢出咗招絕招，嗰招絕招叫地爆天星，係火影嚟嘅咁樣，即係火影忍者出嘅嗰招絕招地爆天星，好明顯係一樣嘅呢下，咁就唔緊要啦，即係話翻俾大家聽，即係和仔都有睇火影嘅，咁我係咩意思啫？啊，咁或咁到最尾。咁即係阿信咁一唔得，一定要介紹翻佢嗰個
量子世界先咁樣。咁佢首先第一次出呢個量子世界嘅時候咧，咁佢都有同阿凱撒講嘅咁樣，佢解釋佢自己嘗試下即係將自己嗰個黃金引擎踩到最盡嘅極限會係點？跟住佢嘅答案就話：原來我個黃金引擎係冇極限嘅咁樣。當佢開到最盡嘅時候咧，咁會去到一個我自己都控制唔到嘅世界，佢即係將佢稱為量子世界。咁個量子世界就犀利啦，咁就會有無數嘅阿信會可以即係走咗出嚟，走出嚟係有強啦，有弱啦，咁樣有善良有邪惡啦，咁樣好多都即係講唔曬咁多嘅。咁佢最多試過可以即係將呢個量子世界開啟14秒咁樣。咁其實一秒都好勁噶啦嘛，因為上集我都講過佢個黃金引擎也有一秒可以出9000多拳啊嘛，咁樣其實冚唪唥都係暗黑風雷啊、地獄道啊，冚唪唥都嗰啲係冚唪唥都係嗰只嚟嘅，即係無盡戰神啊！一個肥娘咧就嚇嗰陣時地嗰、那個地係咪地獄戰神啊？是地獄戰神啊！地獄戰神就可以而家幻化，跟住後邊都係咁多人要追住佢呢條橋嘅，真係冇辦法。係啦，咁啊，量子世界即係其實係無盡戰神啊嘛。啊，跟住就飆咗好多個出嚟打，但係我覺得佢無論喺畫面上邊啊，或者嗰、那個點樣講咧，即係唔夠吸引啊！即係個量子世界係唔吸引啊！係啊係啊係啊！我覺得演繹可以再好啲。因為你發覺阿信義佢嘅速度幾犀利都幾高都啦，你唔覺得佢係力量型咯，只係速度型咯。啊，你睇唔到好似阿青龍咁啊力量型啊嘛。嚇！佢第一次同翻即係重新嘅凱撒接觸嘅時候咧，其實都係五波咁嘅啫。嚇！同埋大五波之後咧，咁阿凱撒咧就都其實都忌忌地阿信義嘅，咁就揾咗個即係無意中揾咗個幫手，咁就揾咗阿末日騎士幫手。嗱，末日騎士呢個咧真係我覺得阿和仔啊真係又係我真係好中意佢呢一個啊，因為咧你如果你就咁樣睇佢介紹末日騎士嘅時候，一個好普通嘅人個樣戇居居咁啦嚇，咁啊同個女人一齊就過啲好平凡嘅日子，一個內弱而一個好普通嘅男人。嚇，其實我以為是桑恩嚟嘅。因為佢有幾格畫到佢咧，好似桑恩嗰個面相咁格、哦，我以為係桑恩嚟嘅開頭。啊，因為桑恩中意扮嘢啊嘛。喂 ，hello 新年 ，hello， 係咯，扮死啊，又唔係死啊咁咧。哇！佢真係呢一個真係好嘢啊！我嗰陣時咪講過上一集我都有講啦。佢叫咩名啊？尼爾。尼爾之前嗰個名啊。諾亞。係、哎，冇錯。真係犀利啊！真係。其實佢就係諾亞，諾亞嗰陣時咪走。咪試下電話。咪走嘅咯。兩隻手斷咗噶嘛，咁佢當梗係自己修復翻啦，因為佢一個生化人係咪？應該叫生化人改造人，係生化人嗰啲。咁啊，於是佢個記憶又冇咗喎。係，因為佢要逃避外來嘅追殺咧，佢直頭即係佢話可以改意念啊，咁樣令到人哋即係 scan 唔到佢。嗱，佢又冇力量喎，係完全冇曬一個普通人，係。所以呢個末日騎士到後尾佢梗係因為佢嗰個要保護佢個老婆啊，係啊各樣嘢啊，咁於是乎咧就令到佢即係譬如人哋用機關槍好，用咩要殺佢嘅時候咧，佢揾個身去擋住嗰啲子彈啊，擋住嗰啲激光又好，諸如此類嗰種攻擊，咁啊於是乎咧冇事喎，咁啊嗰個刺激咧令到佢喚醒咗，究竟我係邊個？係啦，慢慢咁樣嘅。咁啊，於是乎啲能力又出翻嚟啦。但係咧，佢雖然佢啲能係，但係啲能力出翻嚟都好咧，就表現唔翻尼爾係嘛？係諾亞。唔係，即係尼爾要表現唔翻佢之前諾亞身份嗰種咁勁咁霸殺嘅。因為佢嗰、那個個腦嗰啲個 lock 未開啦，咁樣同埋佢記憶未翻嚟啦，咁樣即係淨係求阿、凱撒唔好傷害佢啊，咁樣因為即係捉咗阿尼爾啦，咁就喺入邊幫佢加多個液體炸彈啦，48小時之後就會爆啦，咁樣即係利用埋佢呢48小時就會即係劈低佢嘅啊。咁佢即係洗完腦之後咧，咁就兩個即係凱撒同埋尼爾咧就去夾擊阿信，咁啊令到阿信咧咁就即係打唔即係絕境嘅時候咧就開量子世界，即係去拖延一啲時間啊咁樣。
咁佢自己都有講過嘅，上半場我係會劣勢嘅，下半場我就會反勝你啦咁樣。咁啊，得殺即係海殺，當然當你喺度吹水啦咁樣。咁跟住到三哥講啦，就係佢嗰個量子世界，佢其實發揮得，佢講到好勁。但他演绎得不好。是啊，个画面你看不到觉得他劲咯。是啦、啊、因为阿信自己都讲话，由下一招开始我就会将个量子世界开到尽，不会停。看下极限要到。跟住阿海撒话速战速决啦，没错，就会在这十几廿秒的时候呢就会即分胜负。那好啦，踩到尽的时候，那就打到阿海撒都好伤的啦，这样。那但到阿信都是停低啦，这样。停低完之後講，佢自己都喺度講話，哎呀，因為之前開得太多量子世界，如果之前唔係開咁多嘅話咧，應該可以贏嘅咁樣。咁卒之就俾阿海撒重創咗啦。咁今次真係死啦，今次死咗啦。咁死完之後咧，咁死完或者我翻翻去之前少少，咁阿無娜喺死咗嘅時候咧，佢個精神意念咧係同阿信兒有啲交流啊，咁樣即係將個精神力咧就過咗落去阿信嗰度嘅。咁、但係嗰個精神力量要點樣可以開啟咧？就係要等阿信死咗，係啦，先至可以開翻出嚟嘅。咁開完之後咧，咁當然阿海撒即係一個打曬啦，贏曬啦，咁樣打到贏曬嘅時候咧，就到阿信入到佢個腦入邊反吸翻阿海撒。咁好啦。咁海撒去到最尾嘅时候咧，佢就将明明嗰、那个加强技能咧，就完全释放发挥佢。咁完全发挥嘅时候咧，系佢自己都系瓜柴嘅，自己都玩完嘅。咁佢纯粹系只不过佢系要全世界同佢一齐陪葬。咁佢最去到最尾咧，变咗一团肉团啦，同埋一个仅余嘅意识咧，就系要即系毁灭全世界啦咁样。咁去到最尾。咁就一定要揾翻明明嘅男朋友啦，即係小虎出嚟幫手。其實小虎小龍咧，即係我都想即係有機會即係講多少少呢兩後生仔。其實氣氛唔少噶，其實小龍啊少啲，小虎就好多。係係係冇錯。小虎又好多，因為小虎同呢個明明有交集啊嘛。係冇錯。啊，咁啊，係利用呢個之前嗰、那個阿海撒個女，係我唔記得咩名字，二女。啊！二女亦都系穆娜嘅二女，系冇错。嗰、那个亦都系超能力者，利用咁佢咧就帮阿小虎咧就进入去啊，进入去呢个阿明明个脑里边，系啦，即系佢嘅思想里边去叫醒佢，系冇错。咁其实咧，个过程其实好简单，但系其实我觉得系好感人嘅，因为咧佢去到最尾唔知点样去叫醒明明。咁佢淨係揾到明明嘅嗰啲記憶啊片段啊，自己睇到最尾絕望啦，喺度嗌明明我好中意你，你可唔可以做我女朋友啊？竟然喺明明嘅記憶入邊，佢聽到小虎嗌佢，佢擰翻轉頭，小虎你嗌我啊，就係、是、咁樣，即係將佢意識咧，係啊咁樣嗌翻聲。但其實好簡單，我覺得喂拯救世界原來係咁簡單，就嗌一聲喂你做我女朋友就 OK 喎。其實係咪先？其實大家兩個都中意嘅，但係由頭都冇講，由頭到尾咧，大家都冇用把口講過。但係咧，即係大家都唔會諗到，喂喺個記憶入邊，竟然可以 call 翻明明出嚟。其實入呢條橋其實係好難諗嘅，我覺得。即係又係阿大飛講嘅咩情理之中。意料之外啊嘛，所以我咪話咯，佢結局呢幾十集咧嚇，即係叫最後大戰咧，你嗰啲橋咧真係扭得好犀利，真係冇得頂啊！係啊，即係如果大家真係如果有機會咧，或者有興趣咧，真係重新即係睇一次啊，或者買翻套睇都係好嘅，因為如果你講密橋啊，或者係講個嗰個急速性啊，佢係急過武神鳳凰嘅嚇。點解唔出火龍薄裝啊？其實火龍未完嘅，點樣出薄裝啫？除非佢由頭畫過咯。火龍唔會出薄裝咯，啊、短期之內都唔。同埋呢本書咧，火龍咧係和仔自己一手一腳畫噶、啊，即係好似話冇助理嘅。冇噶，冇佢自己畫曬嘅。自己畫曬嘅，所以佢嗰個進度好慢嘅。啊，同埋佢出唔，如果佢畫火龍就出唔到周刊噶啦。嗯，咁樣咯。系啦，同埋網友見到我哋電話咧，可以打上嚟俾我哋一齊傾下嘅。因為咧，就如果冇咩電話嘅咧，我哋一個鐘頭啊，山水。好啊！咁啊，睇下有冇網友打電話上嚟啊！講上個禮拜你同阿大肥咁精彩啊，講呢個黃風雷。係。咁我冇買啊，咁
上個禮拜我冇買，我啊照買翻原本嗰買翻嗰三本啦，即係和仔啊，梗係殭屍啦嚇，係一個新龍啦、山海啦，我啊呢三本就必買啦。咁啊，風雷我啊放棄咗噶啦，講咗幾個禮拜噶啦。咁啊，但係啊大肥都有買嘅，因為要做節目啊嘛。係。咁我先頭上嚟揭一揭，要買嘅，揭兩下啦，冇辦法，唉，呢度揭兩下。咪一陣間有觀眾啊，有網友打電話入嚟，答唔到嘴啊，唔好意思啊嘛。啊，或者我哋同大家做一個總結啦，即係講下每一個人個結局啦，或者主要角色嘅結局，即係去到最尾會係點啦咁樣。咁啊，阿一定講主角先啦，阿信啦咁樣。咁阿信就係真係死咗嘅。嗯。啊，但係咧嗱，我又想問一問你啦。看你了不了解那個結局了。 他死了，但最後呢 那兩版呢就是說他和高太太。是。那高太太究竟死了沒有？沒。那他只不過是做了植物人而已嘛。是。不是，他前一段他未用那三年未多數都是陪著高太太去周圍。是啊，又跟。他是植物人來的。是。他只是用一個發聲器這樣跟阿信做一個溝通而已，成身是動不到的。嗯，咁到最尾佢點解會喐到呢？因為嗰個係個夢嚟嘅，即係佢有講嘅，因為佢狗即係阿信個肉體死咗，精神未死，咁其實佢係會喺人哋嘅心中咁樣。咁阿三哥講得啱啦，就係其實講得好遠嘅。喂，每個人都會發夢噶啦，咁每個人即係發夢都會見到阿信噶啦，咁阿信係未死喎，喺個夢入邊。咁但係其實佢話阿信係入你個夢喎。咁你可以調翻轉頭嘅喎，可能係只不過係嗰個人掛住阿信見到佢。我覺得唔係咁樣啊，我覺得係因為穆拿俾咗嗰啲精神力佢啊。係啊係啊係啊。所以咧，佢係專係要去陪住，因為啊，佢未死之前，佢嗰幾年佢係陪住呢個高太太噶嘛。係係。但到佢死咗之後咧，佢個精神力咧都係繼續要陪住呢個高太太。佢唔係淨係陪住高大太咯，佢係陪住即係其他人都會見到佢嘅，即係但係限於夢入邊咯。啊，即係我見到你高太太悶得滯，我係走咗去揾阿小龍傾下偈，揾阿小虎傾下偈，可能揾阿小雷咧。小雷唔蘇嘅，因為到後尾咧，小雷咧就對佢好似冇曬感覺咁啊。係冇噶啦，因為佢有講嘅，因為佢死一段太長嘅時間啦，醒翻嘅時候咧就好大部分嘅記憶都冇咗。咁佢最近期嘅記憶咧就只不過係我想封煙俾一下嗰晚人物。哦，好啊，好啊，好啊，好打上嚟 ，OK， 好啊 ，OK， 嚇，冇所謂㗎，日漫啊，講我哋識嗰啲咯，嚇，係咯係咯，你俾個電話入嚟啊。不過呢個應該係講國語嘅呢個。呢個係之前俾係咯，俾個風雲小説我嗰個嚟嘅，嗰個係攞係啊，你攞咗未啊？風雲小説風雲小説唔係佢咪錄咗段聲我哋哦，好啊，錄咗噶啦已經，播咗噶啦已經，唔緊要啊，嚟講國語咪講國語咯，咁我哋唔識答佢嘴，我哋識聽，佢又識聽我哋廣東話，我識聽佢國語咁咪得咯。好，跟住我哋同青龍做個總結啦，咁樣有網友即係我都講過幾次話，佢係主角，其實啱嘅，佢係主角嚟嘅，因為去到最尾咧，所有最後覺醒嘅異能者咧，喺佢面前得翻青龍一個啫。嗱，其實喺佢面前咧，所有嘅最後覺醒都係冇用嘅。因为其实是他自己那个他的最后觉醒才是最犀利。是啊。因为 你在他的范围里面呢，你是用不到那个最后觉醒那个力量的。是啊。其实理论上阿信应该不够去打的。啊。因为你开了无数空间，那你都开不到两次世界了。啊。那大家 level 了，直抽拳头硬了，其实硬是青龙赢了。拳头硬即是青龙赢了已经是。啊。天才小吊手的主笔过了身。哦， RIP 了。是。好，咁同埋咧，青龙嗰个结局就系、是，即系做一个流浪者嘅角色啦，咁样即系人生赢家啦，咁样。点解佢系人生赢家咧？因为嗱，最后觉醒得翻佢有，系咪先？咁啊，一叶成就都系佢打识噶啦，系咪先？咁即系佢，但系佢性格就唔会啦，咁样。其实咧，嗱，我几个咧吓，最后觉醒有几个人咧，我真系好中意噶。其实我几中意索罗呢个角色噶。索罗啊？OK 嘅，留最尾，我覺得最尾 OK。係啊，我覺得佢呢個角色幾好，變化又大，唔會一條死線咁樣落啊嘛。如果你講變化，利爾仲大，
如果我係啦，啱啱講到啦，其實利嗱咁利爾嘅結局咧就係佢到最尾嘅時候咧，咁佢就醒覺翻，即係自己係諾亞啦咁樣。咁佢點死咧？佢係開咗自己最後嘅叫做黑物暗黑狂邪宇宙去對抗翻，即係嗰團係。哎呀，死火！哎呀，我撳錯掣啊！哎呀 ，sorry， 有咁多掣啊！再打过入嚟一次，唔好意思，你咪新嚟？唔系啊，之前系呢个厅噶嘛？系咩？系啊，换咗电话啊？系咩？可能 WhatsApp 同我电话哦，可能系啊，可能哎呀 ，sorry 啊，唔好意思，打一次嚟，我揿错掣啊，唔好意思。再打过入嚟，系啦。同埋点解话尼尔系最出色咧？因为尼尔其实佢个人生系扭咗几扭嘅吓，因为一开。可能佢唔知道啊，啊系啊系啊系啊 ，I D D 嚟嘅。哇，天哥真系天才小吊手咧吓、啊！我好似以前都睇过下嘅，即系有阵时我真系发梦都估唔到，可能我哋真系唔系我哋，可能我真系一个井底之蛙，即系唔会觉得喂钓鱼都可以咁好睇嘅。系吓、啊，即系真系好多嘢咧喺日本仔嘅手上咧，你真系。估唔到釣魚入啊，可以釣魚啦，可以捉棋啦，打棒球啦，跟住又籃球啦，好多嘢可以喺佢手上咧，好精彩噶。有人叫我去人事部出埋啲糧啊，咁多掣啫，大佬唔使炒啊。Hello， 陳仔，你哋好。喂，你好。係。哦，我是想建議說講慢慢聽跟入門。慢慢听，可不可以做一样，像那种十大漫画人物之史，像港漫的，像黄小龙之史、黄无忌之史、华剑雄之史这样的啊 topic 来聊一下。啊，你说？哦，没有，我是说，就是说，很像在其他的节目，就是说其他的 live 的时候，我们聊一下这样的啊。这样的 topic， 这样不会像我们一个 live 啊，我们就是全部讲沙岛，有些没有看沙岛的可能会觉得有一点闷，就是说讲一下港漫那些经典的人物的死亡，不同漫画的人物的经典死亡场面这样。哦，好的，佢咧呢个网友嘅意思咧，即系话咧，嗱，因为咧譬如我哋今日讲《杀戮行者》里边嗰啲。好多人嗰啲死啊，好特別啊咁。佢但係咧，好多人冇睇過《殺道行者》咧，就即係好悶啊。咁不如咧，我哋可以講好多其他港漫或者日漫，我哋識得嘅。咁啊，將嗰啲比較值得講嗰啲經典嘅場面喺我哋呢個節目度介紹翻出嚟，係咪咁樣啊？啊，就是那樣。啊，就係咁樣啊，即係介紹咗啲經典嘅啲人點樣死法啊。或者是好精彩的一些片段啊，是无论日漫又好港漫又好，在这里这样讲出来是不是这样的意思呢？啊，就是这样啊，就是这样啊，这个我懂听啊，懂听啊，懂讲一点啊。还有就是啊，大飞有讲过我是准备要做城市猎人，可是我发现城市猎人三书本我都不懂要怎么个说法，所以可能我不会做城市猎人。如果等第四集的那个龙虎门 Z 出完后，我可能会做就是一到四集第一部的那个龙虎门 Z 的 so called 一个大纲的简介，你们 OK 吗？我觉得冇所谓噶。其实呢一个咧，你讲得好啱噶吓。嗱，我又翻译翻些少啊。我想请问你一下，你是哪里人啊？新加坡人，新加坡人，难怪那个国语这么奇怪的，我觉得啊，新加坡口音，新加坡的口音，其实咧佢嘅意思咧就系咁样啊，城市猎人其实系冇乜好讲嘅，是不是这样？城市猎人啊，它是每一本书一个故事，它有五十本书啦。就是五十个故事，是不是这样子啊？所以没得好说的。所以可能我会讲龙虎门 Z 了。也可以啊，也可以啊，你喜欢啦、啊。因为每一个人说每一个故事了、他的表达的方法、
或者是他的想法会不同啊，他的见解会不同，所以每一个人说同一本书都会不同不同的，所以就看看你的角度是怎么样。对了，我觉得也可以啊。啊，所以去我是龙虎门 Z， 其实也是讲白光之后的故事，其实也是有穿越的，我觉得会比王峰雷来的好看。可能大家都觉得这个龙虎门 Z 是一本很像比较搞笑的四个漫画，其实不是。第一集是有搞笑，第二集开始有悬疑，特别是后面他们发现火云邪神其实是另外一个人版的，可是到了第三集就有点闷，比较闷，因为他们是在回溯一些东西。徐景生跟十五少爷是有自己在讲，包括这么多的回溯的故事，所以我在等第四集，看第四集他们解谜的时候是怎么一回事。所以到看完后我才来说啊，最后一个东西我就想说说，因为我其实最近都在买了一些日漫的那个二手的日漫，其中有一个就是我觉得我们也是可以说日漫慢慢听，也是可以说介绍五大格斗漫画，很像我刚看了钢拳儿，可能在香港里面就叫拳儿，是讲八极拳的，就是八极拳的。八极拳啊，好像有这样一本书哦。拳儿啊，是一个日本漫画家写的，应该是大家都有看过。所以哇，这个就是我的建议啊，可能这样的话，大家可能看，有一些是大家有看过，可能可以打来互动一下了啊。我要讲的就是这样了，可能就把其他时间给其他的。可不可以这样子啊？你觉得有什么你觉得很好的日本漫画，就在这里打出来，等我去找一下。啊，三哥，你有没有看过 MMR 神秘调查科？没有啊，其实我看那个日漫呢，很久没看了。我最喜欢看的日本漫画呢，是一本叫孙六的。打棒球的，打棒球那个我就没有看。Rookie 吗？不是 Rookie 对吗？不是那个画铁拳与钢拳的对吗？不是，不，他是个打棒球的哦。哦，这样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啊，我忘记了他那个名字叫什么啊？我只知道那个主角。是不是权益哦？有啊？阿生你话咪权益哦？不是不是，好啊，权啊权儿他说出来这个权儿的。我有一点倾向 你看啦、啊、你看啦、啊、如果你喜欢我们说什么的，就在我们现在这里打出来给我看一下。所以就好了，我就讲到这样，就把其他时间让其他的网友来phone in啦。好，谢谢你，谢谢你。好，多谢你。拜拜。好，拜拜。拜拜。好。哇，太耐冇讲国语啊，我都叽里咔啦添。买得几好啊，冇问题啊。我乜嘢你都话几好噶啦，你除咗对我咧就一系就几好，一系就好好。唔系啊，仲一系仲有一样极好。哎呀，你讲埋我冇讲啊。唉，真系冇办法。系嘛？即系佢想我哋讲，即系嗰啲经典角色点样死系嘛？系，即系我哋觉得，譬如系日漫又好，或者系港漫又好，有啲咩经典嘅角色点样死？哇！呢啲真系好难记翻佢出嚟喎。咁下个礼拜试唔试一次咧？我谂五个，你谂五个。哇！咁咪十个咪啱咯。我谂一个都难啊！我谂。哈哈哈。唉。有网友打嚟啦。嗱，今次你喺度听噶啦。Hello。喂，你好，你好。系，系咪俊仔啊？系啊系啊系啊！我阿 B 啊，上次打过嚟咧就系、是、讲黄风雷，希望佢唔好真系咁差，点知就再差啲，一出就真系咁差，系，唉，你有咩睇法咧？我有咩睇法啊？嗱，首先咧吓，嗱，我插一插嘴先啦，打断你先啦吓。咁你首先你千祈唔好俾阿大肥影响你。我唔系俾阿大肥影响我。啊，因为佢上个礼拜插得都几又好笑又好劲。唔系啊，佢即系点样讲咧？慢慢讲，慢慢嚟，唔好急。
又佢话去平行时空有三神器，喂喂，你个黄蜂女已经有三神器啦，喂，我打低你，我现世个黄蜂女打低你，我咪可以攞到三神器咯，我使乜走咁远啫？嗯，你个平行时空，其实平行时空系两个世界，即系一条轴，即系有啊，我唔同你两条时间轴啊，即系有一个人系做紧好正义嘅，可能有一个人黄蜂雷就做紧好恶嘅嘢，一个嗰、那个时间轴啊嘛，但系你又弹啲火云邪神出嚟，又话好月声，又话唔用暗黑冰火，但系你又反晒口咁样，就乜都用晒，即系好似食晒老本咁样。系，即系其实咧睇完佢呢套嘢嘅咧，《龙虎门正传》即系新龙嗰啲人咧就冇晒呢个进步空间噶啦，因为已经最劲嘅喺晒嗰度出现晒噶啦，已经已经系再揾翻佢又唔敢创作一啲新人出嚟喎。嗯。吓，佢又要食，唯有揾翻啲旧人啦。咁啊，要食翻老本。系啊。嗱，我有个问题咧，我想问一问啊，嗰、那个。嗱，因为咧，佢而家佢第一集啊，唔应该叫第一集，系最章嗰阵时啊，黄蜂雷啊，佢最章嘅时候，佢用好多篇幅去介绍佢入边嗰啲人物啊，譬如喺呢个日本嘅神风时代啊，对住韩国啊嗰场战争里边，佢之前介绍好多人物，但系跟住一两期之后冇咗咯。佢第一期佢哋饮。他们开那个会的时候有上网看的呢，他们说已经不用那条桥，那条桥已经 ban 了。哦，已经 ban 了，因为呢我觉得他用那么大篇幅呢，那个人物设定了。那时候已经 ban 了，暗黑冰火又 ban 了，他直接说暗黑冰火或者嗰、那个叫做咩啊？唔系咩啊？冰火七重天，然后可能有八重天。咁你已经 ban 咗暗黑冰火，但系你又喺度勾翻暗黑冰火出嚟。嗯，因为佢唔拉翻暗黑冰火出嚟咧，佢嗰、那个。嗰、那个黄蜂雷嗰个分身啊，嗰、那个邪恶黄蜂雷啊，出唔到嚟啊！即系如果你冇呢个暗黑冰火咧，系出唔到一个邪恶黄蜂雷出嚟噶。唔系邪恶黄蜂，邪唔关暗黑冰火啦。邪恶黄蜂雷已经喺未来世界噶嘛，唔关事噶。佢唔用暗黑冰火啊嘛。佢话暗黑冰火勾咗啊嘛，已经唔再用啦嘛。系啊系啊系啊。但系佢冇勾到喎，佢而家呢一集咪不停咁样出。系啊，佢。未开长紧自己个嘴咯，而家系咁样度长紧自己个嘴咯。我而家发觉不停咁样出噶。哦，佢话佢勾啊，但系佢不停咁样出噶。系啊，有无双觉醒咁。系啊，尤其是系无双觉醒，仲要多重。系啊，系啊，冚唪地狱战神出晒嚟。喂，点解你唔出破天下啫？唔记得咗咯。你话我话啦。破天下，喂。我系成日冇得破天下啊嘛，大佬，系咪先？唉，真系。总言之，冇就唔记得咗啊嘛嗱。系啊，嗰啲。所以咧，我话咧，今日咧，我啊唔想插佢啊。上个礼拜啊，大飞插得好犀利。其实佢佢都有改啲嘅。嗯。龙虎门咧，你哋系讲过话黄小龙出狂龙十八掌，佢嗰条龙咧，系有骷髅骨噶嘛，之后佢哋系改咗噶，哦，改咗条龙噶，你哋试下留意下。好啊，系，咁你知道佢改嗰度系你喺第二个 group 嗰度知睇到啊，定系喺边度知道佢呢个消息啊？系
我睇書，而家羅小龍出嗰獎已經唔同咗噶啦。哦，話嗰先前話無名毒，你喺東方無敵話打黐油嗰獎係唔同噶啦。嗯，即係中咗毒之後咧，所以使出嚟嘅降龍十八掌就唔同咗。嗰係咪咁樣啊？你中咗毒咩？但係覺得有啲怪怪地咯，冇辦法噶。係啊，但係我覺得袁家寶係似海夫未重咯，同埋海夫好中意咧細格打人係黑面畫兩隻眼。嗯是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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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是不是这样的省水省力的嘛，就不唉真的即是一张半张就不要紧，即是给你扮下阴沉气势，但是你张张这样就不是那么好咯。是啊，你要勾回，喂，其实野人与马尼他那个讲大，他叫他靓仔去放大他，去勾回一些东西出来，你再缩回细他。咁、那个头都 OK 下啦，点解你唔放大佢嚟做，再缩翻细佢咧？真系唔知道。我有啲怪怪仔喎。唔系啊，咁佢个制，所以你觉得佢个制作系好求其咯？我觉得就即系画到咁样，唔紧要啦，照出啦咁咯。唔系佢全，唉，我睇即系点样讲咧？嗰三段稿，佢最后摆晒阿边个上台？系啊，袁家宝。系啊，佢系啊，袁家宝上台。吓、啊，有咩事唔关我事？袁家宝、啊，我收来嘅事。嗯。咁啊，李宗兴出嚟讲咩啫？完全唔关你事，佢出嚟讲咩咧？话俾佢听，话俾你哋听，唔关我事咯。就话俾你听，唔关我事。有事都系阿宝嘅事咯。阿宝咩晒咯？喂，阿宝咩晒嘅？阿宝咪俾人炒咯？咁然之后我咪喺度做咯，即系咁样咯。唔系，我觉得咧，袁家宝咧，我哋睇一个主篇啫吓。唔系啊，其实即系个画工表达能力咧，佢系有问题噶。唔系啊，我觉得咧，乜唔系主篇大晒嘅咩？咁點解會有個編劇出嚟講咧？而家唔係好搞笑啊！又話二級攤著佢，但係你打黐油，我當你係二級啊！你之後會有二級咩？冇啊！佢話你二級又話套路我哋嘅啫，會借成日都話諗住喂我下期解畫，下期解畫當時買黃蜂，雷一二三啊，係睇佢暗黑冰火。喂，究竟第一重天係乜嘢？第二重天係咪？個第三重天係乜嘢？四重天係乜嘢？即係大家會追上。喂，究竟係喂嗰樣嘢係乜嘢？乜嘢？嗰個武功係乜嘢嚟噶嘛？嗯，即係會追上落去噶嘛？嗯，但係你而家話喂，我下期解俾你聽，我下期解俾你聽，你龍虎門有？夹两期，即系夹两页解说喺度。其实佢应该咧出晒咁多期之后咧，然之后出一本零零丁出一本，就将全个古仔由头解说过一次，俾人哋咁啊赚多一本钱咯。咁样得唔得？嗰本要出200页、哦。唉，真系，点解要成日用文字嚟解释佢嗰个是个主篇的表达能力低啊，定是怎样呢？其实他们。你咪讲咗个问题出来咯。嗯。他用文字表达，即是代表他不懂用图画去讲故事。是啊，真的不懂用图画讲故事。真的不懂用，即是好像和仔那个最章，不是说赞和仔，即是我们看书的评论。风云有个最章，铺排一些东西出来。是。那有一个有些人要鋪排出嚟噶嘛？喂，你行埋去，無啦啦又打，喂，佢打黐油，佢打黐油，喂，究竟攞咗盒黐油入邊有啲乜嘢啫？
你打東東方無敵，喂，入東方無敵有啲乜嘢啫？佢冇講過噶。佢冇啊，佢只係搬一啲人物出嚟同佢大戰一場，咁咪又一集咯。佢話三神戲啊嘛。嗯。然之後方雲常就同佢講：啊，喂，我打死條黃風雷，我就有兩件神器。嗯。咁即係話黃風雷攞咗嗰塊鏡咯，幾時攞㗎？唔知喎、啊，唔知喎、啊，我净系知道佢攞咗个面具嘅啫、啊。唔系啊，直接打死暗。呢样嘢好搞笑啊！唔系啊，直接打死未来黄风雷咪得咯。未来黄风雷系三件都攞晒噶嘛。系咯、啊，打低佢咪搞掂咯。其实冇人打得低佢噶噃。霹雳狂龙杀埋佢都可以自己好翻噶。系啊系啊系啊。啊，仲有咩人啊可以打得低佢咧？火云邪神咯。火云邪神赢咗佢咯，所以真系无论边一本关于龙虎门嘅连环图里边咧，都系火云邪神系第一男主角。系冇谂办法，系真系第一男主角。啊！你而家呢本嘢专系呢个《黄风雷传奇》嘅，都系火云邪神系第一男主角。系啊！无论你暗黑冰火又好，正牌黄风雷又好，都唔够佢打嘅。嗰陣時佢哋有問你哋黃天峰會唔會出大隻驚雷咁樣？嗯，即係你哋單機曬，然之後就慢慢再煲翻起，然之後就又圍埋一齊又再打過，之後又好啦，講一套文戲，然之後又再打過，係，即係係咯。其實咧，我覺得佢哋咧個文戲好少啊。系，佢唔够胆，佢根本上佢整套嘢咧，佢唔够胆嗱，包括你新龙都好，佢系唔够胆行文戏噶。而家系行文戏，够胆系行文戏咧，又要赞嘅系和仔够胆行噶咋？啊，瑞新够胆行。啊，瑞新系咪？系有啲讲数嘢啊，嗰啲咧都要嘅。俾啲橋你睇啊嘛，瑞新。係啊，有橋俾你睇。你唔好諗到佢啲公仔點啊，佢有橋俾你睇。係。啊，牛佬都有啲嘅。嗯。牛咩？牛佬喺古惑仔嗰啲文戲咧，其實我覺得係好出色噶，即係不論做到後期都好，佢啲埋台啊嗰啲咧，我係中意睇噶。真係嘅。幾好睇啊！係啊，但係佢成日講話一出文戲就會跌輸，所以佢唔搞文戲。我唔係好明白。就算你成，我之前都講過幾次嘅，就算你成期係冇打嘅，你有橋俾我睇嘅，喂，我都 OK 嘅喎。咁有啲或者有啲讀者唔係咧，我覺得而家啲讀者咧嚇，即係個個都成年人啦，唔係細路仔啦，唔係跟住反而唔係咁在意你打成點啊，呢條橋點樣啊，好唔好睇啊？其實臨尾睇翻佢。佢講嗰三段嘢，真係有啲局氣，即係我哋係唔係話攻擊你哋話啊龍虎門或者黃風雷，我哋想幫你手，諗住啊整好個黃風雷去。嗯，係啊，其實我哋其實就係即係好似阿俊仔咁啊，一定好睇，咪瀨咗嘢咯，係嘛，瀨曬塌啦。其实我哋对佢哋有期望啫嘛，同埋之前啊，系啊，之前咧即系《黄风雷传》啊，都唔错噶，包括天下，即系外传啊，包括天下无敌啦，包括佢啦，包括阿黄小龙外传啦，即系黄小龙外传就识阿玉儿嗰度啊，吓系啊，嗰阵时话无间亦根咁样，吓其实我哋都几中意嘅，但系呢一集真系太过差咯，哇，真系。太过夸诸又岔晒开嚟咧，嗯，同埋嗰啲人嗰啲面嗰啲样啊，啱我先头我虽然求其立几下，我见到阿大肥话佢哋嗰啲面口啊各嗰啲嘢咧吓，我其中有几张画啊，有几张画嗰人嘅样，我觉得好似系阿胡少权嗰啲嘢嚟嘅，咁啊唔知系唔系啦吓，佢太。佢同埋太过去到即系点样讲咧？阿肥良嗰个风格啊，嗯，大格，嗯，系，
呢橋勾喉，全部拉拳，嗯，爆落去，嗯，即係其實佢用阿肥兩我拳一百五十分定咩？係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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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但是 他永远做不到人家肥良那段时间，海虎一爆一百万匹的时候，那些骨爆晒出来啊，跟着那拳打出他没有那种霸气、啊、大佬那段时间看只是你望着那页、那個那個、震那个震惊，哇，在那拳打出来自己的骨都爆的、啊、因为你的身体承受不到，是啊，即是 会令到你他那些画面创作呢是在你那个我哋啲读者嘅想象之外啊！人哋肥亮，肥亮唔单止嗰阵时个桥好啊，故事好啊，佢另外最紧要就佢个画面表达系你系喺你嗰个想象之外啊！一百万匹究竟系点样嘅？点样先至可以营造到一百万匹嘅威力啊？即系睇问题，我哋唔介意系穿越噶，穿越我哋睇到有。即是回到未来啊，是啊，几十年前一二三几十年前都是啊，一二三集回到未来已经在看了，不要觉得、这个穿越很奇怪啊，多到不得了啦，未来战士啊，六集五六集、啊、几多啊，即是 你又有喂，我一弹到去一定要去那个战国时代，一定要即刻要见到火人邪神，又打打完又走啦。阿 B 有个网友话想，佢又想封烟，系啊，好啊好啊，系啊，或者我哋你下个礼拜再打俾我哋好唔好？好啊，好啦，唔该，多谢电话啊，好，拜拜，好，诶，得啦得啦，可以打俾我哋啦。OK OK， 咁啊，如果系嘅就接埋呢个电话好嘛？好，接埋呢个电话就。完啦！好啊，好啊，好啊，好啊！点啊，嚟未啊？应该差唔多啦嘛。咁啊，趁佢打紧嚟之前咧，咁我哋继续即系做少少总结啦，咁样。咁啊，头先讲完阿尼尔，就其实我哋恐怖。Hello，Hello。系 Hello， 讲话慢慢倾系嘛？系啊，系啊，系啊。哎，又是我契弟啊！上次打完俾大地，今次又嚟吹水啊！好啊，好啊。系回应少少我今日系个主角主题咧系招呼阿和仔嘅。不过喺讲和仔之前咧先回应头先阿少少头先嗰个听众讲嗰啲话好期待咩黄蜂女会好睇啲啊，不如改下佢啦。咁其实我由黄蜂女二啊、石黑龙啊、那个原子大霹雳嗰个系边个？系咩啊？原子大霹雳系《火云邪神传》系啦，二啊嘛，睇完之后咧，其实我觉得到而家系呢个官方授权嘅同人作品嚟嘅，全部都系啲故事，全部都唔夹翻嘅，唔连噶，系啊，冇错。系啊，你除咗我睇佢啲创新功夫咧爽下之外咧，咁其实就我谂当啲古仔啊算唔好咁严谨啦，我谂啲听众。当看完之后爽完好像打个 BG 咁咪算咯，即系唔好对佢哋啲故事逻辑太有期待啦。唔系啊，即系起码呢啲我明白你讲乜嘢啊嘛。即系最起码嗱，我哋唔系话个个，虽然我哋香港人咧吓，个个都睇电影又好，睇电视又好，睇小说又好，太多穿越嗰啲嘢，我唔理你嗰个穿越个逻辑喺边啊，你起码要我明白你讲乜嘢啊嘛。其实最简单就是喂，你可以不要搞扭咁多桥喎，即系好似阿修罗咁，我一条直桥杀落去就完咗佢都得噶。咁但系你要玩心机，你要玩你自己嗰个智慧，跟住就考我哋读者嘅智慧，就全部都俾你考起嗰度惨啊嘛。即系我纯粹觉得啊，佢哋所谓讲嗰啲咩桥，纯粹都系想。攞到做一个包装嘅啫，佢哋鬼识写呢啲，要用啲脑袋去花个功夫嘅桥段咩？哦，你要可能几期之前之后解嘅话，我谂到而家啊，我谂除咗和仔之外，得翻中英伟可以编到类似哦，都叫做俾你叫服嘅桥嘅人，你叫李宗兴编，真系算啦，系咪？我冇觉得唔得，你哋观众自己判断啦，因为我一期都冇买嘅，我系唔敢买嘅，系啦。喂，即系你连黄蜂雷你都完全冇期望啊？你啊？
实咁样噶，我听到阿大肥啊，你哋听到嗰啲评语之后，我边度敢买啊？其实即系23蚊系算系咩钱啫？即系食个早餐都冇咗啦嘛。但系当你一听到，哦，你买完之后睇完之后，你会感觉个主编系侮辱你嘅智慧嘅。好似系玩你咁样。喂，呢23蚊真系兴个火屎喎！你俾之后。今日主角唔系李宗庆啊，唔系黄东嚟啊。其实就点解又要特登打嚟咧？系其实就唔系几开心嘅，就系都有和仔。和仔系。想问阿俊仔先，因为其实我就冇跟开和仔啲近况嘅。我想问咧，阿和仔佢出完呢三本僵尸之后，咁之后系点样嘅？一本漫画系佢会交俾其他人写定系点嘅？系有人接写嘅。是香港人定是内地的写手？好似是香港主笔，但未但系但系唔知系咪司徒剑桥？唔知嘅，未佢话会有人接嘅，但系佢话本地主笔有倾过下嘅，但系系和仔佢自己佢唔知啊，定系冇话俾我知咧？咁佢就冇话俾我听系边个嘅，因为佢自己话佢同我讲话佢自己唔知道。因为咧，佢嗰个人物设定嗰度啊，喺后边嗰度咧睇到系司徒劍橋嗰啲嘢啊，會唔會係一個提示啊？司徒劍橋畫落去咧？咁我想有個疑問啦。係。咁點解呢三期要俾和仔畫嘅？好似係又係國內資金咯，即係可能國內有一啲可能係關於我和殭屍有個約會，可能係出 game 或者可能係重啟咁樣嘅。咁所以就網上漫畫又唔頂好多嘢嘅，咁就想做一個人，即係想阿和仔就開一個序，同埋做埋人設咁樣，咁就和仔就畫多三期序咁樣咯。咁因為佢之後唔會再掂噶啦嘛，應該就唔關佢事噶啦，打後嗰啲就嗱，呢個就係個問題所在啦。三期嘅書基本上你 build up 到個故事都好難啦，即係如果你係假設中篇或者長篇都好。咁我作為我本身我睇開和仔創作嘅書，我就係想知道佢講乜啊嘛。佢寫三本序章，淨係睇到佢個畫，或者可能係睇過電視劇，知道劇情嘅劇情啦，所謂故事可能改少少啦。咁我買嚟做咩咧？我係睇我係想睇和仔嘅橋啊嘛，唔係睇佢人設啊嘛。咁睇人設叫邱福龍就得啦，係咪啊？如果你話人設嗰方面咧，我就亦同意嘅，因為如果你人設應該係揾龍哥嘅。咁但系唔系佢应佢阿和仔同我讲佢系阿封老总叫佢画嘅呢三期咁样，即系生意嚟啦，唔系佢自己，即系唔系佢自己一手创作啦。如果系就听阿和仔咁样讲嘅话，佢系负责人设同埋起个序咯，跟住就下一手做咯，即系以我所知就嗱就系咁样啦，我就系听到即係第一期佢未出嘅時候咧，我聽到殭屍嘅題材啲，佢會唔會寫中長篇啊？咁其實真係想俾錢買嘅。但係一聽到阿大肥同你哋講，就係話咧，哦，開咗個頭，俾人話咧，我就即刻知道有個例子啊！阿油仔有冇睇？阿俊仔啊，三哥有冇睇《西遊三》啊？冇。係啦，咁係大陸而家，因為佢即係原作和仔嗰邊畫完咗之後咧，就大陸就用咗佢嘅 IP 咧，就繼續畫落去啊嘛，係啊，係啦，咁其實我就有追嘅，咁佢免費嘅，同埋佢係有合法渠道睇嘅喺騰訊。係畫風咧，佢個主編已經好盡力去扮得好似噶啦，咁但係當然你兩個人唔同畫啊，你助手唔同，當然畫唔到啦。係葉明發噶嘛，葉明發畫噶嘛。我冇深究系边个啦，咁我睇西游主要系睇古仔嘅啫。啲人设嗰啲性格完全唔同晒。因为我唔具体叙述啦，好难。唔系呢个我答到你嘅，因为编剧系国内编剧嚟嘅，或系香港主笔画啫。系啊，即系简单嚟讲咯，我唔知系咪和仔已经用钱买咗佢自己西游嘅 I P 啦。系啦，佢基本上佢冇，我唔知系冇权利，或者佢根本都唔执嘅。西游嘅 I P 咧，咁佢只系剩翻香港嘅出版咯。你话国内嘅出版或者系游戏啊、剩啊嗰啲咧，完全唔关佢事。冇错啦，就系咧，咁话晒我近呢几年我睇翻港漫咧，其实就系因为西游阿和仔，即系我老实讲啊，我就未第一期开始追嘅嗰阵时，我
即係我用其他渠道睇咧，我覺得我咁有橋嘅，阿和仔講阿唐三藏，我咁 man 啊，即係大家知道啦，西遊嗰個故事幾顛覆噶嘛，佢個創作空間好大噶嘛，佢唔係跟取經噶嘛，佢叫華經啊嘛。係啊，係啊，係啊。其实另外一个故仔嚟嘅，梦啊，你估唔到佢下一期想做咩噶嘛？嗯，系，系啊，所以我咪继续追咯。我跟住天界大战啊，跟住分裂两个啊，跟住即系不断佢讲个剧情，甚至去到即系我觉得其实中后段开始个故事有啲回回地噶啦，但系又爆咗段，好似话咩原始天尊打爆咩啊灵宝，宝灵天尊，宝灵天尊系。又是一個小高潮嚟嘅，係，係啦，咁覺得個尾叫做收叫做麻麻地啦，咁收咗都叫做收貨嘅，嗯，咁但係我就見到和仔呢幾輪啊，諗由阿修羅咧，阿修羅32期其實我嚴格上我都覺得係失望嘅，即係佢除咗頭十期好睇之外咧，之後嗰22期嗰啲打鬥拖得太耐，係啊，喺嗰個天宮大即係嗰個天君落嚟打咧，就係得個打字，嗯。咁和仔其實佢本身佢唔係擅長打輸噶嘛，佢講故仔噶嘛。你如果你成期都係打嘅話咧，你好考嗰啲助理嘅功夫噶啦。因為畫嗰啲動作場面，我唔知啊，嗰啲畫嗰啲戲嗰啲稿咧係阿假畫噶嘛。係。其實你有得比較噶，同我唔知啊，《殺到行者》啲打到同埋阿修羅係咪都係同一班助理？應該係啦，同一班，但係好似係。少啲嘅，殺到嗰陣時好似係多一兩個噶，爭好遠喎、啊！你殺到頭幾期阿信鬥嗰啲對手，哇，嗰個逼力勁好多喎！嗰啲打鬥，其實由西遊開始咧，和仔嗰啲打鬥咧已經好，我已經覺得好冇動作感噶啦，好似擺喺度擺姿勢咁樣咧，咁因為佢唔係純打輸啊嘛，咁我費事咁挑剔佢啦。唔係因為殺到唔係阿假畫曬嘅，以我所知就佢阿和仔佢自己都有畫啲嘅，但係去到可能係即係西遊啊，同埋阿修羅啊，咁就全部都係阿假畫啦。咁阿和仔就負責起個草啊，即係圈稿圖咁咯，嚇。嗯。系啊，即系我就即系我，你当我要求嗰咩都好啦。即系和仔嗰个喺嗰个分镜啊，或者系人物对话方面咧，其实佢个功力系仲喺度嘅，但系佢嗰个故事嘅创新，睇依最近两三篇嘅作品嗰度咧，我觉得佢个回堂佢都好快嘅。回堂啊？我觉得系回堂嘅，即系我要求，我要求嘅高度系要去到咩咧？封神一個那個高度噶嘛，哇！佢將一個普通即係封神，你老實講有咩人睇啊？如果你淨係除咗睇電視劇之外，或者睇電影之外，你都唔會睇書噶啦。但係佢將阿九嗰個係武根噶嘛，武根傳啊，係咪就係？係。但係叫武根紀啊，係啊。佢基本上就攞咗嗰啲人物去寫自己嘢啊嘛。啊，你同原著完全唔同噶，佢嗰啲嘢。係啊，我係期待咁嘅和仔噶嘛。哦，去到而家我感覺上佢好似食老本咁樣咯，嗱，即係佢做嘅動作，我唔知佢係咪真係佢諗法咁樣，佢俾我嘅感覺就係咁樣啦。嗱，好似殭屍咁樣，嗯，即係呢個 IP 啊，我覺得佢係好老土㗎。啲人成日講吹走幾多年前點樣經典？喂，廿年前咯喎，呢套漫畫。你即係如果你真係你話係和仔想攞個 IP 嚟寫嘅話，我真係更加會鬧佢噶。你咁你或者我咁話俾你聽啦，唔係和仔想畫嘅。嗯，好彩係唔係和仔想畫咯？佢係好明顯係即係生意考慮咯，商業考慮先去畫咯。如果話佢自己攞嚟想畫，我真係會鬧佢噶。嗯，即係佢可能咧做靚個頭，咁啊跟住咧就。看看跟住人哋嚟到嗰個手尾，睇下點樣啦。我同你做咗個頭啦，個序章啦。咁啊，跟住入到戲約嗰度咧，就交翻俾你哋自己，或者騰訊啊，或者唔知邊個幕後大老細啊，你哋搞掂佢啦。或者人哋咧要求佢咁樣啫，我收你咁嘅錢，我咪同你做三集咯。唔係和仔佢收錢佢冇問題噶嘛，賺到錢佢話俾佢就算啦。係。只不過以作品嚟講，以我讀者嚟講，我一聽到佢個編排係咁樣，我就唔會買咯。唔係喎，但係你同我就啱啱相反喎。
我聽到佢個編排，我就唔理佢個編排喎。我最主要睇佢嚟緊個殭屍呢一個啊，殭屍呢一個，我係想睇下佢嘅表演手法係點樣喎。即係你嘅表現，你嘅表現手法，無論你嘅畫面啊、講故仔嗰個嗰個敘述能力啊，各樣嘢，你嗰個表現手法係點樣喎？即係大家同一樣嘢講同一個故仔，唔同人嘅口講出嚟就會唔同咗嘅喎。我就我對阿和仔咧，我覺得我最大嗰、那個。对佢，我最赞佢嗰个咧，佢就一般咧吓，佢就颠覆晒我哋所想象嘅，包括系以前嘅《封神记》又好，尤其《西游》啊，直头系颠覆晒咧，因为我哋由细路仔到而家都系讲你取西经嘅啫嘛，咁啊，但系由头到尾咧，喺我嘅心目中，我都有个疑问就系、是，咁取完西经之后咧？嗱，佢就答我啦。取完《西經》之後，原來有套咁嘅古仔係《還經》嘅，係啊，係咪啊？我而家就係想，就算佢而家佢做翻呢、這個我和殭屍都好，雖然佢係序章，但係我都同一樣嘢擺出嚟。你和仔嘅喺個可以係一個導演啊，你嘅手法同嗰陣時喺亞洲電視我哋睇出嚟有咩唔同？你嘅表現手法喺嗰三十零版書裏面可以做到啲乜嘢俾我睇？其實咧，嗰、那個古仔就即係以前亞視不停重播呢、這個《我和殭屍》一二三啊，但係咧，我就好希望佢喺三期裏面你俾到啲乜嘢你嘅功力俾我睇，我期待呢一樣嘢。我直头拍烂手掌呢一期，我觉得好睇、哦，真系好睇、哦。我直头拍烂手掌，佢呢一几，佢呢三十几版纸，我觉得直头即系又简单又易明，又有直头有深度喺里边。系啊，包括佢嘅父子情啊，因为咧，我自己咁觉得嘅，佢加咗一啲自己嘅元素落去，同埋加咗一啲喺電視劇冇加落去嘅劇情俾佢。但系佢加完啲劇情之後咧，佢對佢嗰個原本嗰個故事咧係冇影響嘅，係豐富咗佢自己入邊嗰個前設嘅。我覺得係好咯，係嘛？佢唔同之前，佢唔同阿黃風雷咁樣，你講啲同埋有冇拉楞嘅咁樣？有冇一個咧嗱？嗰、那個放天遊啊，係喺電視裏邊咧。佢真系成日木口木面啊，冇嚟表情啊，即系好似好厭世啊，見慣世面啊，各樣嘢啊，即系木口木面、冷面殺手咁款啊嚇。阿黃飄飄話佢自己特登咁樣演嘅，因為佢話活咗咁多年殭屍咧，睇慣生離死別咧，應該冇乜表情。佢自己講唔係我唔係覺得佢有問題啊，即係佢個表現手法。或者導演要求又好，或者你自己嘅創作演員嘅當時創作都好啦，我唔係覺得佢有問題啊。但係我而家睇翻佢呢兩個當時嗰、那個佢個仔叫放咩啊？放復生啊，放復生嗰、那個細路仔，我唔敢話佢做得唔好啊。但係如果將有人有一個細路仔做到而家阿和仔畫出嚟呢個細路仔呢個畫面，要吸血嗰個畫面。咬人嗰个画面真系好震撼嘅，真系好正。系啊，我睇到都戚戚然啊！即系我简单讲一讲啦，系咪先？即系嗰两母女接济你两父子咁样，系咪先？转个头个仔兽性大发，咬死咗佢。唉，我真系睇到好惨，唉，真系我睇到系嘛？啊，同埋你要碾死，同埋阿天又要碾死佢啊！咁样啊，即系嗰种人性嘅冲突啊，各样嘢啊，喺你个画面表现出嚟。有阵时我哋咧唔系要佢扭桥，不停咁样扭。喺个卅几版里边，佢想表现嘅嘢，其实我发觉佢而家即系喺我嚟讲啊，已经系淋漓尽致啊。系啊，其实系好难嘅喺三十几版纸入边，又有故事，又有桥，又有人性。好难噶，真系好难噶。啊！我就咁样讲，我就唔系话，因为我冇睇过《殭屍》啦，我就唔敢评论，或者
竟依本書單獨嚟計好唔好睇咧？即係我個論點就係話咧，假設你淨係畫三期，跟住掉翻個 IP 出嚟俾人哋畫咧，咁作為我想睇原本叫做 fans 啦，半個 fans 嘅我咧，我就感覺我好似你拋棄咗呢本書咁樣喎。咁我追唔追好咧？好啦，我買完呢三本，佢個古仔係未完嘅喎。咁佢話到第二個作者佢再畫出嚟啦。咁假設佢畫出嚟好似西遊三咁樣。又變到一塌糊塗，咁我只會覺得和仔好似出賣咗呢本 IP 咁樣喎，咁我又唔想變，即係俾到自己嘅感覺係咁樣，所以我就唔敢買殭屍就係咁解。嗱，又不如咁樣講啦，好似阿邊個啊？黃風雷嗰度入邊後邊所講嘅咧，如果佢第日即係罪章之後啊，第二個接咗手，我哋又買佢三期睇下咯。都可以咁样噶，即系买罪章嘅。我买罪章之后，佢拖到太耐冇出。其实主要系因为拖到太耐冇出咧，嗰个热度冇咗，我就喺度费鬼事买。即系黄风雷系咁样啦。咁啊，当然啊，多谢阿大肥同埋阿俊仔好好嘅介绍啊嘛。肯定我每个礼拜下翻嚟睇。系，多谢。唔系最主要咧，就系就算第二个作者都唔紧要嘅。譬如佢话司徒剑桥又好，有阵时或者第二个出咗嚟又俾我哋有意外惊喜都唔定咧。系咯，不如我哋俾$23啫，即管睇下佢睇几期咯，睇下佢跟住落嚟会点样咯。如果唔系，要弃书咪弃书啦。好似黄风雷咁，我弃咗书咪弃咗书咯。咁冇问题啊，冇嘢啊，唔得咪弃书咪弃书咯。其实我对黄风即系唔系黄雷，对阿和仔个失望咧，就其实就系由《野狼与玛丽二》开始啊。我足仔四期，我买三期。最後一期我唔買就係嗰三期，因為嗰三期令到我失望，所以即係我諗翻和仔依一兩年啊，佢畫嘅書咧，俾我感覺就係冇咗以前嗰種衝擊性嘅，嗰個故事嘅衝擊性啊，係啊，所以所以我咪特登打上嚟，即係叫做表達我對和仔依幾篇書嘅感受咧。其實咧，和仔出短篇咧，除咗《野狼與瑪麗》之外咧，《脱筆者》都還 OK 嘅。但係之後另外嗰兩篇咧，我好扣分。《逾越車站》咧真係好差，《逾越車站》係咩？我覺得《逾越車站》好好睇喎。佢係恐怖漫畫嚟噶嘛，係嘛？係啊。你係咪 fans 得滯啊？嚇！雖然我都係 fans 啊。即係嗱，有陣時咧，我哋《逾越車站》真係好睇喎。有陣時咧，我哋不如咁樣啊，睇唔好設定咗個和仔會出啲乜嘢俾我哋睇，不如我哋用一個好好奇咁去睇下佢究竟呢本書想講乜嘢去睇。點解我上個禮拜我都有講啊，《野狼與瑪麗》咧，我當佢一個小品式嘅輕鬆嘅小品式嘅一個創作嚟睇。咁啊，即係用另外一種角度去睇佢個嗰種創作手法啊。哦，如果你话要去到欣赏佢嘅故事叙述啊，或者系要调整自己心情去睇，就我谂唔系个个读者可以去到咁系咁啊，梗系啦，梗系啦。系啊，咁我哋都想买本书叫做爽下啊，觉得几正，即系刺激下咁系嘛？系啦，你话去到我唔知啦，系咪买本刺激下？咪买本黄风雷咪够刺激咯，系咪啊？我不知道啊，因為你連嗰度連個畫面都不得啊嘛，啲分鏡啊，連打到畫面都不得嘅喎，咁好難你當一本打書嚟睇嘅喎。嗯，佢而係啊，我諗就差唔多啦，即係我哋希望啦，即係仲有一句咧，希望和仔喺畫完殭屍三依三期之後咧，真係出翻本係佢自己純創作嘅作品啦。哦，好啊，好啊，放心啦，放心啦，佢畫完殭屍之後會出自己純創作的作品的，不過都是短篇，是的，希望不要令我失望，他畫完這個短篇之後就可能會畫個中篇，那就殺到二就不知道何時出，是的，我方方網友提了一句，有人說《逾越車站》都說差，原因真的是他做不到那個恐怖氣氛的，因為你画恐怖漫画咧，个气氛要做得好先啦。呢方面咧，日漫做得太好，所以系有比较咯。你可以咁讲，我睇得漫画多，所以
一有比较，没有失望咯。好啊，俾其他听众讲啦，好嘛？多谢你，多谢你，系，好，拜拜，拜拜。Hello，Hello，Hello， 喂，信仔，三哥，喂，你好，你好啊，唉，原本都谂住等，唔想打搅你，等你早啲放工啊。不过头先听到个听众想讲几句嘅，好啊，好啊，好啊，系啊，长话短说啦，即系嗱，回应翻再之前嗰个啦，咁佢话黄波雷嗰度即系好失望啊嘛，嗯。咁其實我如果咁樣睇翻，即係頭先嗰個讀者話咧，因為佢原本最將嗰股即係成個應該係全部推倒曬冇用過嘅。嗯，係。咁其實我反而覺得係咁樣搞死咗呢本《黃蜂雷》喎。哦。因為佢個最將嘅時候，其實你問我，我其實都係有期待。即係你問我個，因為佢即係設定曬嗰啲人物，咁其實你可以其實你畫掉《黃蜂雷》個外傳，其實你真係。不需要再同埋黃小虎或者其他有拉兩隻頭髮去翻嗰個古代同啲嗰啲打翻場咁啊，算咯。可能開頭阿俊仔都係咁諗嘅，係咪先？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但係而家佢咁樣，即係可能佢又驚喂，如果我咁樣全部喂，我又唔要啊，又飛起咗啊，東方無敵飛起埋火雲邪神，飛起埋蚩尤呢啲重角色，佢全部啲新人物會唔會唔收得書？可能佢驚咁樣。其實會唔會而家諗翻點解佢出完個序章之後，隔咗咁耐先出？可能真係。开完会觉得喂，不如唔好搏啦，都系谂个第二个古仔咁样搞成咁嘅。我觉得系咁，因为开头咧，黄蜂雷展咧条大桥咧系中英位嘅，跟住咧就由李中兴接手，咁李中兴咪成条桥改晒咯，咁咯。咁你改晒之余，咁你冇嚟将本。即系序章嘅人设嗰啲嘢全部唔要，大佬，咁你即系呃喂，咁我而家攞本序章去。你回翻水我得唔得咧？應該就唔得咯。係咪先？阿俊仔，你都咁雷，起碼你喂你哋，我真係衰咗，唔好睇。起碼你都話退翻廿三蚊，我而家叫翻阿鍾堅偉，喂你回翻廿三蚊俾我啦，係咪先？喂你呃咗我本序章喎，大佬，我睇本序章我有期待，而家點知出到嚟冇期待之餘，仲一把火咁樣，係咪先？不如講下我少少意見啦，好唔好啊？好啊，好啊，三哥。嗱，我咧就对佢嗰个期待系乜嘢咧？因为现代嘅黄蜂雷已经咁劲啊！如果佢穿越翻去古代，佢呢一班咁样嘅人去点样？唔系黄蜂雷点样对付嗰班人，系嗰班人点样对付黄蜂雷啊？应该系调转咗啊！古仔嘅嘢睇下你讲唔讲通嘅啫，可能古代嗰班其实仲更加犀利咧。不过去咗现代之后，嗰啲武功失传晒之后先。先去到而家，可能古代嘅人系仲勁抽咧。唔係，我唔係話佢唔勁抽啊，因為佢翻去要搶嗰三神器啊嘛。啊！咁佢突然間佢走咗就無端白事咧，佢咪第一期啊，第二期咪走咗只怪獸出嚟嘅。啊！戴住個面具，我都唔知咩人，嗰個極度羅剎啊！真係睇到你都唔知睇係究竟係一個恐怖片啊，定係科幻片啊，定係乜嘢咁樣？我咪話咯，即係佢根本就係。最將同埋佢而家出嘅黃蜂雷原本冇啦啦，即係我點話？點解咁耐嗰啲人都未出嚟嘅？係啊，係啊，即係其實你問我，我覺得好似你原本最將嗰啲人，好似之前龍新龍嘅時候嗰啲咩十戰咁嗰啲，可能佢哋嘅祖先嚟嘅，咁打其實都冇問題㗎。係，最緊要打得爽啫嘛，係咪先？同埋你將啲古仔唔好。即係講古仔就唔好簡單複雜化，簡單講一個古仔。講真，我哋睇港漫嘅人係咪先？又唔係博士畢業，又唔係碩士畢業，其實我哋都係大眾市民，簡單啲咯，係咪先？唔好我哋諗咁多物理上嘅嘢、哲學上嘅嘢，甚至乎呢啲時空上嘅嘢啦。唔係啊，我哋諗唔緊要，係最弊佢唔識啊。就係又佢唔識咁啊！佢唔識，跟住作套嘢出嚟，就希望我哋明佢唔識嘅嘢，嗰時攞你命啊嘛！即系你半桶水去讲古仔都系得半桶水啫，佢根本水都冇滴嘅，跟住佢讲古仔咁咪真系出晒事咯，系咪先？系啊系啊，最紧一知半解都唔恐，就真系唔恐怖。最恐怖系咩咧？就无知无解嘅人，咁佢我就呢啲无知。佢无知无解咧，就希望我哋个个都系有知有解，明白佢讲乜嘢先攞你命啊嘛。系啊，所以咁咪睇到咁多嗱，其实都好嘅，起码佢写到咁，大家先有嘢讲咯。你睇个个讲漫画嘅。
都係喺度係咁抹黑，咁其實誒有啲乜啦，大家講得幾開心啊！係啊，其實佢都有貢獻嘢係嘛，俊仔你話咩？係啊，如果唔係我哋邊有得做呢個節目？嗯，係啊，如果唔係阿大死點會咁多收聽個收視率咧？先就係講得爽啊嘛，佢其實都有貢獻嘅，你其實要 appreciate 佢，多謝佢，應該請佢飲茶添。佢仲要請佢飲茶，唔睬我哋啊，唔係咯，大死啊！系咁算咯。另外啱啱頭先嗰個聽眾佢咪講話阿和仔即係嗰個殭屍度嘅，嗯，係啊係啊係啊，行唔到啊，因為我嗰個書報攤就冇啦，因為都同你講過我哋啲住將軍路又好慘嘅，唉，揾個報攤都慘，真係，所以一冇一賣曬冇就冇嘅真係。使唔使？咁啊，另外，嗯，講啊講講講。係啦，另外就係佢話喂即係寫完三本之後話跟住又唔寫啊，成成，即係其實我覺得又唔使即係咁樣去諗，第一。咁如果個序章好睇嘅，咁接嗰個人，我哋其實都可以俾機會佢睇下。如果真係司徒劍橋嘅，你問我司徒劍橋唔差喎，你睇九龍城寨寫得幾好。係啊係啊係啊，司徒劍司徒劍橋根本就係係啊大師級嚟嘅，根本上就係、是。即係如果真係司徒劍橋接手，我覺得有期待啊。係啊，同埋起碼佢又起碼即係咁樣多咗個人回歸廣漫啦。其實好似如果真係佢。如果真係佢，嗯，係啊，咁同埋即係你問我，即係其實我覺得有時我唔知係咪我自己當心啦。我聽到頭先嗰個聽眾覺得好似係咪啊和仔咪淨係攞嚟揾錢成成咁，唉，咁都係要揾食噶嘛呢、這個世界。咁人哋俾錢佢畫，咁冇理由有錢唔賺啦、啊，係咪先？即係你問我真係好現實嘅，咁可能嗰嚿錢真係夠養我班助理，夠養養成成咧。今時今日，而家有份工都好難得啦，有人俾錢你，咁又唔係咩係咪先？咁同埋你問我，佢話呢個唔係原創嘅，咁你問我原創係好，但係如果將一個大家都知嘅故仔寫得更加好嘅，其實仲難咯。係，嗯，係。即係你覺得西遊點解會寫得咁好咧？嗯，因為西遊大家都知，但係我哋將西遊轉咗唔同，係寫環境啊嘛，轉變咗嘛。系咪先？你問我，我和殭屍有約會，基本上你問我，阿俊仔嗰代到而家，我哋嗰代其實都叫由細睇到大。阿俊仔係翻睇嘅，咁即係基本上都好多人知嘅。如果好多人知嘅古仔，大家都寫得，即係大家睇落去都覺得喂有驚喜嘅時候，咁咪係成功咯。嗯，係。我其實咧就以前咧，我係呢個我和殭屍咧，我最記得咧就係馬小玲嗰條腿嘅咋。是啊，所以我其实好期待司徒劍橋畫馬小玲，真係㗎。司徒劍橋畫咩最靚？畫女最靚。係啦，冇錯啊。即係睇下，我真係好期待啊。睇下萬繞文嗰條腿嘅，我最記得。不過唔好畫到萬繞文咁大個波就得啦。咁咪實唔會啊。劍橋嗰啲個個都大㗎嘛，好難睇喎。係喎，嗬。係咯，你諗下先，司徒劍橋啲有微波爐嘅冇系喎，系喎，系咯。如果真系佢，真系睇睇佢，唔好话到咁大喎。唔系，可能司徒劍橋系巨乳控咯，可能系嘛？可能系，即系呢两样咯。其他嘅，我觉得都系咯，都冇咩。我都唔想阻住你哋，又是三哥，我哋收工啦。哦，唔会，多谢你电话，多谢你先，系啊系。啊，多谢你。好，我哋下个礼拜再倾啊，好冇？多谢晒，多谢晒，好，拜拜，嗯，拜拜，拜拜，拜拜。咁啊，今日又到呢度又，哦，临捞尾有230几位，系啦，即系啲人系中意听我哋封烟嘅，原来，嗯，系啦。咁啊喺度多谢各位啊，系啦。咁我哋下个礼拜讲，下个礼拜讲咩啊，三哥？咁啊，过两日你咪话俾我听你想讲咩咯？你话俾我听，我话俾你听啊，我跟你噶嘛。咁我哋仲讲唔讲和仔啊？如果你唔讲，好似我哋讲咗和仔讲得太过多啦。系啊，讲咗几本啦，好似。啊，咁啊，想讲咩啊？或者网友留言俾我哋咯，俾啲意见我哋咧，俾啲启发我哋咯，吓。啊。如果唔系就即系试下，好似啊有个网友话我哋讲一个死亡吓、十大角色啊嘛，咁我搵五个，你搵五个咁咯，系嘛？跟住我搵一个得唔得啊？啊，我搵九个。我吓。啊我揾七个啊，你揾三个啊。唉，我最惊重叠咗咋。诶、啊，到时先算啦。好啊，好啊。咁嗱，网友每人都揾一个，跟住封烟打俾我哋，讲你系即系觉得边个写得最惨啊，或者写得最好啊，咁咯，好冇？嗯。